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タゲホー、タイガホー、ウネナムフメさん、タニータノピマサ、台湾語講師の近藤彩です。今日は皆さんに、この間4月14日に私が台湾エクスポ大分ポクダムホエ。という、オンライン講演会で講演した、発表した内容をシェアしたいと思います。台湾博覧会、台湾エクスポは、普段からこういった台湾語に関する学習会みたいなものを定期的にやってるので、公式インスタとかいろいろありますんで、よかったらチェックしてみてください。日本からでもね、参加できます。ではでは、発表の内容いってみましょう。ランド、ジェシー。开始咱今仔日的线顶的演讲，咱台新是请一个空岛阿雅桑。各位先生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梅公さん，最近还是三年当了兵嘛。我是空岛阿雅，三年当了兵嘛，就是我的线顶名，线顶名字。今仔日真欢喜的当来遮演讲，我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以后要安怎推动台湾做变好全世界。请多多指教。拢总有五个内容，上想要讲的就是第三，还佫第四。先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即马伫日本的拓殖大学伫教日本人台语，佮伫 YouTube 内底发表影片。拢是为着推广台湾本土语言，因为我读书的时阵研究的是原住民的历史，所以我小可会晓讲原住民语、闽南语、闽南语、当然台语、客语，啊，个原住民语拢是真重要，所以我想要推广所有的迄个本土语言。我是台湾消防科的事务局长，啊，个设计者。我透过迄个台湾的这个吉祥物来推广台湾本土语言。这个 QR code 就是我的 YouTube 的频道。欢迎大家订阅迄个频道。我想分享今年的外大学的外国语讲座的学生啊的人数。今年哦，咱的台语有影真高哦。第二组的韩国语啊，敢若有16个学生啊，不过咱的台语有40个，有影真济呢。所以咱会使骄傲。第二个就是陈炳正老师的文化线的日本版出版的意义。日本这出版的意义有影真大。第一，头一个台湾翻译做日本的文化作品，啊，个内容嘛真趣味。第三是真重要，因为迄、那个内容的背景，啊，个题材拢是台湾才有的庄稼，啊，个百姓的生活为主。我想迄是真重要的，因为安尼才会当互更加侪人知影咱台湾的特色。第四个嘛是钢管，题材甲台湾的历史真密切，所以会当互更加侪人知影咱台湾的历史的较复杂的迄个课程。所以吼，迄本册的意义有影是真大。这是我负责翻译的迄个戏剧内底的一个场面。这个场面真趣味，所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先说明一下，吼。这个陈文先生是台湾人。这个时代是228事件发生的战争的迄个时代，所以伊完全袂晓讲中文。会教迄个技师员是为中国来的人，所以袂晓台语。中央迄个福州伯，伊是为福州来的人，所以伊会晓台语，啊，佮会晓华语。拢总安尼，我来念迄个日语的部分了。俺がここでまた一杯おごってやるなんて、ちり、豚に餌やるのも当然だよ。ちり、こいつは豚に食わせるって言ったな。
俺が台湾語を全くわからないと思うなよ。こいつは俺のこと豚扱いしやがった。すぐに引っ捕らえてやる。ああ、いえいえ、彼はチーティーって言ったんです。甘いかどうか試してくださいっていう意味ですよ。彼はあなた様に一杯サービスしようって、そうしてるんです。ああ、なんだ、それならまだ話はわかるな。このブスラバカメが、ワンユエンを敬うということを知らんな。何がワンユエンなのさ。あんたはコアガンなのかい？ああ、このワンを触らせてやったらもう使えなくなっちまうな。ほら、これ食ってカンガンになるといいさ。よし、あれ？うん。来て、ヘレ、ワインヘ、大義が、ファギエ、ハイン。うん、人生。对，真趣味，有影真快害，真趣味。嗯，所以吼，就是安尼翻译台湾文学的时阵，注音真重要。不过吼，即马真侪日本人受袂着用台语来注，敢那迄个用华语来注音安尼尔，大家拢唔知影要安怎查台语书典。嗯。所以比如说这本书幸好这本书里面的台语书也都是用华语来注音，所以我看起来是很怪怪的。嗯，连那个道教的书也是都用华语来注音。不知道是为什么呢？若是这个人不知道要怎么查书店，这样就可以去跟台湾人的朋友看看，请教，这样就好了，连那个事情也都不去做，不去做，这样我真讨厌这种精神啊。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台湾有台语的那个存在，真可惜。好，即马是第三，我真想要讲的迄个题目主题，台语翻译多位有困难。嗯，我整理一下，大概有四个原因的问题。第一，唔知台湾社会的背景的人无法多翻译，翻译大部分作品的人应该爱知影台湾的社会背景，不过。咱台湾的社会背景是真复杂，政治真微妙，迄个多元的语言啊、民族啊，啊个复杂的历史背景等等。不过在日本，知影这款台语的人有影足少，有影足少。介意着台湾的人是真多，有真多。不过知影台湾的迄款台语的人足少。要请教，第二，台语甲华语，拢真熟的人才会当才有法度翻译，因为即卖大部分作品内底嘛有真侪迄个华语的语词，啊个台词，啊个台语甲华语的谐音、话音嘛有真侪，所以吼，对华语嘛真熟的人才会当翻译大部分作品。迄是对我个人来讲是真困难的代志啊。第三，原文加用口语，所以翻译需要的日文能力真悬。迄毋是干呐讲着台语的代志呢，所有的语言都是安尼，翻译的时阵需要的口语的能力是足悬的。尤其是台语，所以翻译的文章表现嘛爱真认真，所以需要像作家同款的创作能力。第四就是台语书店要不要完整，无方便，这有影是足大的问题呢。虽然有做台语这个真方便的书店，我真介意这个书店的书店，不过，迄、那个系统参考的迄个台式书店是较旧的，所以欠现代的语类技术，无法度是无法度。不过，我唔办，早一日咱有一个较完整的迄个台式书店，安尼较方便。
安尼才会当做过来翻译。安尼第四个目就是以后要安怎推广台湾作品予全世界。我想的方法有三个。第一就是这是小代志，印刷原文，啊个放上声音的 QR code。因为看到迄个翻译做的文章，安尼就看袂出来迄个原文它到底是台文还是华文。因为尽管建议国家一份原文甲图片的 QR code， 安尼才会当互更加侪人知影迄个原文是台文台语。第二个，迄是真重要。生产更加侪内容超级趣味，主题有现代性的作品。因为在日本，台湾文学还是真热门，真搞笑。不过这是现实。我有一个朋友，伊是在做迄个日本唯一专门做台湾文学作品的版权代理商。迄个公司的名叫做台台 Books， 伊讲提出50份的出版计划，其中敢那有几份是互接受的，所以迄算是有影是真热门。是，咱就爱会记哩这个代志哦。所以吼，内容一定爱超级趣味，主题嘛一定爱有现代性。安尼才会当对就是时代疾病现代人的兴趣，这嘛是真重要。加强出版补助金，甲培养翻译者的系统。即马吼，在日本韩国文学真有人气，真受到欢迎啦。为虾米呢？这是这20年来韩国政府做的迄个政策的结果，迄个政策的名叫做透过文化提升国家形象，迄个扩展，迄个扩展是啥款政策呢？第一是对韩国文化出版补助，包括迄个出版商啊，个翻译者。因为迄个补助是有影真济，若是想要出版韩国的文学作品，安尼就迄个海外出版社会当得到120,000台币的补助，啊，佮翻译者嘛直接为迄个韩国政府会当得到迄个补助金，安尼算是真大个鼓励，啊，佮迄个韩国政府真重视翻译者的培养。因为翻译文学是真歹做，若是翻译做的文章无好，原文专尔好嘛，无法度互人分享原文的水。所以吼，韩国政府真重视迄个翻译者的培养。伊设立一个韩国文学翻译院，即个专门的组织，安尼就培养外国人才才做翻译人员，外国人会当接受迄个专业的训练，迄个学费是足低、真低，入学金敢那2000块代表安尼尔，挂单的学费嘛拢免钱，我也真羡慕呢。所以我想吼，咱台湾嘛会当安尼做啊。我的结果就是第一，希望大家继续拍拼写内容超级趣味，搁主题有现代性的台文作品。第二，请大家向文化部建议加强出版补助金，啊，搁培养翻译者的系统。OK， 跟得等你的作品哦，感谢大家，努力。というわけで以上が発表の内容でした。ちょっといろいろと
噛んじゃったりとか、台湾語的にも勇気と向き間違えちゃったりとか、今見ても拙いんですけど、あ、もうちょっと練習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つつ、まあでも内容的にはね、今まであんまり誰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ことをね、言え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協力してくださった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ではまた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感謝たげしゅうこん再会。はい、バイケン。ウリナムトムさん。ナムクナンバサドゥ。バイバイ。